是露露爱丽丝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跟我朋友去吃安格斯牛排，我们是点的最便宜350，可是它会有一层服务费，一个就是385。可是我觉得很划算，因为它是吃到饱的，就是有火锅，加火锅是有火锅料的那一种，然后也有猪皮浓汤，也有虾之类吃到饱，还有贝类，还有那个凉拌的像那个蛤蜊这样，还有炸物拼盘，还有刨冰，就是各式各样都有。很多部落格都有写，所以我就跟我朋友约来看。他是吃到饱的，沙拉包吃到饱。不好意思，我提早来也是要11:30吗？对。哦，好。所以你们都在哪里排？这边排过去。从这边排过去。对对，这边。从这边开始排队，那我就坐这个。对啊，刚好第一个还有坐。这个比较轻起来。对。我那个太重了。可以进来吗？对。哦，好。不进去了吗？排队哦，排队慢慢进来哦。排队，我们是第一个。几位？三位。三位啊。我们坐哪里？你要坐哪一个？这边啊，比较宽。好啊。左右出去都很方便。对啊。就是跟露露说。好。你这边比较好卡，那边挡凳。好了。跟谁坐都可以。啊？你们两点了吗？特制牛排就好了，你也是吗？对。然后这三个特牛就好了。好吧。特牛。特牛。然后我不要三色豆，我不喜欢三色豆。三色豆。对啊。就是那个豆子、黄萝卜。对，我不喜欢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就。可以点吗？特牛。特牛三个，然后我不要三色豆，一个不要三色豆。不要三色豆。一个不要三色豆。对，我不喜欢三色豆。我这三十多不好吃，三十块钱四色豆多，不要四色是哪四色？我给你换成八色，每一种八个豆豆我们不一样颜色。我不行哦。先付还是吃完的？吃完的。哦，吃完的。好。你们有开发票吗？还是收据？好，那可以夹菜了吗？这样就可以夹菜吗？啊？可以啊。好好 ，OK。好，那就先去吧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冰的调料，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这应该是等一下会放巧克力。哦，这是冰淇淋，它有薄荷巧克力、牛奶，还有瑞穗，还有巧克力原味的，然后还有葡萄凤梨的。我们再慢慢来。
它这是烤面包，里面可以来吃。然后呢，它就它这是饼干哎，有那种糖、棉花糖，还有饼干，还有小馒头，还有富士饼干，这是汤包，汤里面包。嗯，这是炸物，我来加一点炸物。化妆室，然后这是我夹的，然后这是水果类，这是冰奶茶，然后这是。去看别的，人很多。对啊，人超多的。哦，慢慢来。
对啊，那有综合奖。我们三个的牛排都是一样的。没有，你少三颗肉，我少一根面条，那是完整的。面条有啊，喜欢有面条。少一根啊，我少一根。三颗肉，我就少一根面条，那是完整的。一人少一根面条，因为他刚拿出来一根面条在锅子上面。好笑。我们去看一下。你有看到吗？啊？你刚刚他一根面条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看到我这样你也要算。因为他看到。有。那你要去跟他说，这样可以算便宜点。扣掉一根面条。对，扣掉一根面条。我要去拿饮料。我想要冰块，你冰块在哪里用？冰块，因为我想装这个。冰块是？哦，这里有，嗯，黑糖牛奶。你要先吃了，我这蛋先弄起来。好。青子屋没有这个酱也没差、啊，我今天都吃比较清淡一点。啊哈。对啊，因为它原本就有一点点了。对啊。没有啊，因为我想说这样子也可以吃，没关系，就这牛排就是点个意思。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很多，你后面还有火锅可以吃，还有酥皮浓汤可以吃，差不多饱了。你那么快就饱了？我吃了这么大的一根猪脚。我都夹一点点了。那个玉米浓汤很容易饱哎，你应该说后面的酥皮浓汤，后面还有酥皮浓汤。对啊。我下再去拿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嗯，那怎么讲？必须要酱。必须要酱，我也加一点。你们加黑油酱可以，我再加酱的。看丁丁，慢慢吃啊。对啊，慢慢吃，我们可以聊天聊久一点。我们可以聊久一点。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很划算，因为它有冰淇淋，也有饮料，还有一些特调的饮品，就是还有蛋糕都可以随便吃，就是限制两个小时用餐时间，然后两个小时到他会跟你讲，反正就是可以点最便宜的餐点，然后吃全部的东西，然后我们真的吃得好饱好撑哦。那我今天是在等公车要回家的路上，那再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我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我会随时不断的去踩地点看哪些有便宜好吃的东西。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